我都懂。怎么感觉又长高了？哎，你瘦好多哎！没办法，在这样求生存，一定要这样子。哦。还是发点糖。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场景面看到你，整个感觉没办法正常讲话。个性是不是那个谁啊？曾志熙也有。有。你说阿南没？今天没来哦。今天你没来啦？看伊，今天你拍戏的，赶快。他们是今天你刚生完没安尼啦？哦，安尼哦，他们是两个黏在一起的，差不多呢。金宝宝，火开了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财神爷，最好。我们今天财神爷，我跟你讲，在这么样痛苦的这个环境底下，有一个财神爷来到这边，跟你玩个游戏。他已经把剧本放了，你是本就废柴嘛？你是演什么？上头，我是正演。正演，我的魔力，我翻译的，你我的。护照哎，哎，那个赵尚和的那个道歉记者会，刚已经开始直播啊嘞，啊。你有公威？你有公威啊？我无咧用，你夸张。哦，你比较大，冠中是小的，就是这样。冠中是现在在我黑卡副总诶，而且你得照上好诶，抖音记者会开始直播呢。先生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有一个情绪，你这样都不会演。我还要演，我台艺大戏剧科的，你不会演的，气节跨嘛。副总啊。你四机在拍，四机啊，哇，那等四机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你只要 one take 就可以了。我也是跟你那么久，所以你那个走位什么全部要走完，对，包括错位，哦，包括进位，然后戏剧跟综艺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？戏剧跟综艺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？还要问我是问你吗？啊，我知道你啊，来啊来，我觉得戏剧跟综艺最大不一样就是情戏跟安排。答错，不要再说。一样吗？好不好？综艺要不断跟机器互动，戏剧你如果看机器，你有导播表情互动哎，互动哎。懂那意思吗？但我们也要不，哎，那是有一些故意要看的机器讲的，内心什么？进河北更看看，哦，要这种，啊，你好不好？虾米，你讲虾米，先跟人讲虾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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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然后镜头一，你知道在哪？你起的哈喽，呀，你有抓到我们的梗吗？Hello，Hello， 导演组第一名毕业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既然你，那咱们就来了。哎，刚刚有人随随便便拿快20000，对，这样子。垒球进洞，叠球进，可以跳一下没关系。我们这边最后一卡接，最后一卡接，卡接，这好像垒哦。是啊，没有看清楚，是会垒。叠球进洞，什么叠球进洞呢？来。用球顶球进篮子，一个人两颗，100秒内完成就过关。两，一人两颗。一人两颗哦。叠球进洞，预备，开始。追头。哦呦！还一颗，还一颗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先去旁边解球。没进，抽，我开球吗？啊，没开球吗？啊，没进，秒了，完了，
了。来来来，再敲敲敲，敲敲敲敲，来，你先走。求求求求求啦，快点啦！求求求求求啦，快点啦！不要闹了！我在运用这个道具啊，太难了，别别！不会不会不会，慢慢慢慢慢慢，稳住，再稳住！来来来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时间很多，时间很多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。对对对，也不能太慢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时间有一百秒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时间有一百秒。来，还一球，快点快。还一球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加油！三、二、远射。哎，我接到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穿西装，真的比较不方便。第二个基本一千，你们先看，你们两个一千。叠球进洞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。对，慢慢来，急没有用，因为他已经百秒。好，进最，是，我去捡球。我那有有有，你们快点垫球啦！好，不玩道具了。不是，我好紧张。有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别急，别急啦哦。哦，走开，小哥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我知道，我抓到，我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，抓到。好，可以了，来来。哇，很快，我进去。再差一步，紧张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啊！快点，剩十秒了。十秒，这样，这一次，这一次。OK。93秒，恭喜！我也你才到六次是六次。哦，还有备注哦。对。好高，甩高高。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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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六千。还恭喜获得6000元奖。这么好，打开。嚯！哇哦，真的给白花花。